我带两个小家伙来地里摘李子吃的。你看我们家这个李子结了好多啊，地上都掉了好多嘞。这些红了的李子全部都被小鸟给啄吃了，看一下。还下面也有啄吃的。树上也有好多啊，而且这个李子也蛮大的，给你们看一下。什么？蛮大的。看。是吧？嗯。想不想吃啊？想。我先替你们尝一口哦。看，它里面的肉是黄色的。这个是辣底哦，香香黏黏的。我看见黄色的。娘娘，好吃吗？好吃，真的好甜的，你尝一下。妈妈，再给我摘一个。行行。啊啊，给你摘一个，是不是？妈给你摘一个，来，这个很大，来，你尝一个，尝一个，哎，这个花梨子，好不好吃啊？我们这个李子是八分甜，两分酸的。好不好吃啊？你怎么是这种表情啊？再吃一口，里面的肉很甜的，你吃一下，吃一下啊。这个估计还没有熟，就是有点酸了。好吃，好吃啊，好吃！等一下，我多摘给你吃哦。我想吃这个黄金。嗯，哎呀，掉了！哇，这一个已经红了的李子，看。红的，给我看一下。但是已经烂掉了。不能吃，扔掉。看那边好多的李子啊，树枝都已经被压弯了。蓝的，哎呀，蓝的，蓝的是不要抢。你们肉还有，你们肉多啊，那么少。好不好吃？好吃，好吃。吃一只这个，这个很好吃的。这个很，你看这个李子很大，应该很甜的。来，你吃一口。嗯，这个李子太好吃了。甜不甜啊？甜。甜啊。这个也好甜。那你就多吃一点，来。妈妈，先放在这里好吗？可以啊。由于这个李子太高了，然后我摘不到，把这个树都折断了，看。折的，是哪个呢？折的？小孩子不会说谎的，这个不是我折的哦。你用力太过猛了，哎。不是我编的。就摘这些李子吧，有一些李子就是太高了，然后有一些李子就长得太小了，我就不摘了。还有一些李子呢。都长在那个水沟里面了，太多的水呀，够不到。这些李子也够我们吃了。哥，回家吃李子了。等等，快点哦，不要掉队了哦。走了。不要撒谎哦。